可以看到浪子回头，那跟这一幅的是同一系列，刚才那一幅，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背景。那也有很多世俗的生活，那有很这边有一个人物，那他跪着在祈求，也许很多人在祈求很多事情，那生命中不见得都会得到神的应允，甚至他死亡，他倒下来的时候，那还有不管是他在这个感情的世界或夫妻的世界，那有很多挣扎，所以有很多线缠绕着那家里的事物啊，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孤单的一个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你不要只会想到拥抱你自己，那要回归到父的身边，你可以看到父的手是画的一个非常大非常超大的，他等着来拥抱你，而不是你孤单的抱着你这个自己。那我们再来看。